说法不开，趁我最爱发怒火，动不动就哭，滚滚滚，啊滚滚，啊滚啊滚啊滚啊滚 ，Everybo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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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滚。一般听到间奏都会主动掌声鼓励。哇，东市的朋友太热情了！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精彩，今天的主持人当然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另一位蒋 Simon， 你们还董思颖也是东市的哈嘎 Simon， 而且是金钟主持人，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慧月欢迎。阿坤啦坤啦坤啦坤，来跟大家问好一下。阿中国好，阿你好。哎，阿你说就该小气朋友太极个暗班，太极个好，太极好。哦，挺不一样哦，这个我觉得最棒的事情哦，前一阵子哈嘎电视台哈嘎你有两孔，我才去那个我们这个东市那个庙，乔圣先生的庙，去拜那个鲁班，哇，一拜之后，我去年的时候就因为客家人有名堂入围了金钟奖，掌声鼓一下好不好？有你啊，你看这个庙有多厉害！哎呀，哦，几位呢？哎给。前寺庙地方有规矩啊，还人家做了这么按素习呢，啥子？结婚你为了中金钟奖看嘛？嘿，你妈恐龙啊，妈董明辉啊，嘿，金钟奖的主持人啊，最主要是那个他那个方圆跟规矩，哇，这个东西穿过那个东西之后，一路顺遂，不管是念书啦、求事业啦，或者是赚钱啦什么的吼，求功名啦，全部都有用。而且今天太搞吼，太搞窘情了吼，提不了 any 的节目啊，我们的节目非常的好看。刚才我们前300位，我们就直接送可乐、啊，有人领到可乐了吗？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有人领到？好，希望我们待会可以中大奖，因为我们今天的奖品非常非常的丰富，有脚踏车、咖啡机、电脑，还有机车，想不想要？那我觉得一开始，我让大家开心一下。好，麦干。我们先请一位长官，先来摸彩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直接先来送这个，我们先送什么？来，有个咖啡机、咖啡机、咖啡机、石牌。好，石牌。哎，我还有麦当素食的东西哦，那个东西。